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诗书画》，我是曹可凡。斑鸠呢，是生活当中啊常见的一种鸟，它长得有点像鸽子，因为脖子上呢有斑点而得名，经常栖息在山地、山路或是平原的林区。斑鸠在古诗词中时有出现，比如南宋周端臣的《柳苑闲听拥不到，斑鸠啼暖落花风》，明代陈基的《九雨诗》《今朝雨声绝，又听斑鸠啼》。今天我们要欣赏的是欧阳修的一首田园诗《田家》，北宋欧阳修。绿桑高下映平川，塞罢田神笑语喧。林外鸣鸠春雨歇，乌头初日杏花繁。刚才我们朗读的是欧阳修的七言绝句《田家》，四句诗读完，一幅江南乡村的春日图景就自然铺展在我们的面前。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春日田野，桑树已经迫不及待地披上了一层新绿，高低错落地掩映在房前屋后。春分前后，又到了祭祀土地神的时候，村民们载歌载舞，争相祭拜，仪式结束，留下了一片欢声笑语。隔着树林，斑鸠在咕咕鸣叫，春雨呢渐渐停歇，日头渐渐上了屋顶，一束杏花经过春雨的滋润，开得越发娇艳。在田园生活当中啊，斑鸠是经常出现的一种鸟雀。古代的时候呢，农人们甚至还根据斑鸠的习性来判断时令，指导农事。比如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节气有三大物候特点，其中第二大物候特点呢，就是鸣鸠拂其羽。也就是说呢，到了这个时候啊，斑鸠开始鸣叫，并且拍动着翅膀到处飞翔，提醒着农人们呢，春雨可贵，不要错过了大好时节。在我国古代呢，斑鸠还被看作是敬老的象征。在汉代，70岁以上的老人都会赐以鸠帐，也就是一种以斑鸠在帐头作为装饰的手帐，以示敬老之意。因为鸠啊是一种吃东西不会噎住的鸟，而老人呢，因为咀嚼功能、消化功能的退化，吃东西容易噎着。又据《太平御览》引用汉代学者英绍在《风俗通义》中的记载，楚汉战争中啊，刘邦打了败仗，躲藏在灌木丛里，当时呢正好有一只斑鸠落在树上不断鸣叫。项羽的追兵赶到，理所当然认为树下无人，于是在斑鸠的掩护下，刘邦终于脱险。等到后来当了皇上，为了纪念这种不同寻常的鸟，所以做了鸠帐，用来帮助那些行走不便的老人。不过呢，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可信，因为根据出土的文物，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有鸠帐。那么提到斑鸠呢，很多人还会想到我们经常说起的一个成语，叫做鸠占鹊巢。不过根据考证啊，这里的鸠指的并不是斑鸠，而是布谷鸟，所以鸠占鹊巢是我们误会斑鸠了。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斑鸠的种类非常多，
我们通常见到呢是中等体型的粉褐色斑鸠，它的脖子上啊有两块黑底白斑的羽毛，看上去呢就像是点缀着一颗颗珍珠，所以又被称之为珠颈斑鸠或是颈鸠。台北故宫博物院呢收藏着一幅名画，名叫《竹石颈鸠图》，相传呢是五代画家黄居才所作。这幅画描绘的是秋日水边的景致，近景处呢是几块造型奇特的巨石，石缝之间生长出一株遒劲的栗树。已经是深秋了，栗树的树叶呢所剩无几，枯黄的枝叶间栖息着几只斑鸠。栗树下翠竹丛生，竹青石秀，远处是若隐若现的溪流，显得空蒙而悠远。我们如何来欣赏这幅画作呢？先从构图上来看，几乎所有的景致啊都被画家安排在了画面的左半部分，而右侧呢则是一片空茫，左侧密不透风，右侧疏可走马，虚实对应，气韵生动。然后画家又在画面的右下角加上了一小块山石，右上角呢添上一只展翅飞舞的斑鸠，这样在保证构图不被打破的前提下呢平衡了画面的重心。看完构图，我们再来看一下画中的细节。大家看画面里攒三聚五，分布着这么多只斑鸠，没有一只它的这个姿态啊是重复的。透过画中这些姿态各异的斑鸠，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画家日常的素材积累啊是相当的丰富，而且呢有着极其精准的笔墨技巧，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样一幅画的时候呢产生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旧传的这幅画是由五代画家黄居彩创作的，我们都知道五代时期呢以黄泉黄居彩父子为代表的花鸟画被称为黄家富贵，其中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就是风格华丽，设色浓艳，不露墨痕。但是呢在这幅竹石颈鸠图里，设色浅淡，墨色浓淡对比啊是非常的强烈，因此呢也有人推断这应该是南宋画家假托黄居彩之名创作的一幅花鸟画的佳作。斑鸠从《诗经》中振羽而出，它寓意着美好的爱情，装点了田园牧歌生活，也象征着敬老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人的心中，它是一只当之无愧的吉祥鸟。